我每次参加这个海峡论坛，我都很感触。这么大场面，这么多议题，这么多人，这种活动哈，我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们祖国大陆可以办。所以这么大型的活动，这么多方面的这个接触哈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舞台。你不管是官方的，不管是民间的，不管是技术的，不管是乡土民情的、文化的，民进党那边有一部分人就希望不要来，他认为这是一个统战的舞台。统战某种程度里面就是说我有好的东西给你看啊，是不是？我有好的机会邀请你一起来啊，所以应该不要把那个东西变成是一个毒蛇猛兽，我觉得那是不对的。所以两岸交流啊是一定对的。